英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，曾经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，美国侵略，第一就是讲美国侵略中国的台湾案，甲美国诬告中国侵略朝鲜案，吼、哦。这两条联合国安理会伫9月29日通过决议，哦，这拢有暗号偏罗斯伫87号决议案，同意中国派员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中国台湾案的讨论，表达立场。当年的11月28日下昼，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，中国派出的吴秀权为首，哦，焦冠华及顾问、金浦生、安东、陈实、甲浦山、周默、孙彪、甲王乃正等9个人代表团，以所谓带领政治向安理会提出三项要求，谴责。第一点就是谴责加这个制裁美国侵略台湾以干涉朝鲜罪行。第二条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。第三条，美国与其他国家军队撤出朝鲜。随后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，中国无台湾之领土。而且美国为台湾。及朝鲜是主要军事占领权，占领全国，以国际战争法可以占领台湾及朝鲜，因而安理会以1950年11月30日否决中国所提出要求的美军自台湾撤出朝鲜的提议。哦，真清楚啊！这是联合国的决议哦，所以讲，这咱免得惊，这咱是依据这个国际法来的哈、哦。啊，我再讲，这个习近平呐、啊，还未上任的进程啊，伊曾经伫2009年12月15日，伊本底是伊家己事先都有，家己要去要求甲日本天皇见面。日本天皇给他拒绝的，所以讲无法度他跟日本天皇见面。啊，到尾的时候，习近平透过关系去找美国总统。美国总统才去给伊协调，去跟天皇讲啊，你该听看卖嘛，看伊讲要讲啥物啊嘛。哦，啊，到尾啊，就天皇有给伊召见这个习近平。啊！习近平去甲天皇讲的时间，讲啥话啊？你知？伊讲啊，阮咱就有钱嘛。啊，台湾用钱来解决，我用钱甲你买。哈哈，日本天皇讲的，无，天皇唔捌你卖土地，有史以来几千年来，日本天皇无你卖土地，该好着。啊，你我这句，这个字控到12月15日，习近平。甲日本天皇、甲冰城天皇回答的是，这有日子的哦，我唔是胡白讲的吼、哦。所以讲这啊，根据这你就谈，中国讲因台湾是因的啊，啊结果伊为何你讲你这么真有钱，要用钱解决台湾，要去甲日本天皇买台湾，啊这不是可笑，吼、哦。所以讲这哦，免惊，所以拍拼去招。咱人数少有够，安尼美国就会搞。啊，你即马，咱曾经嘛捌甲美国讲啊，你紧甲政府闹翻啊，哦，啊美国就甲你托我免了再交我你好无？你有怎甲接？哦，莫讲政府啦，你都干呐，都何政府所交咱，咱敢有怎去接？所以咱准备也袂好，大家斗拍拼，哦，直接向大家呼吁。啊，我今仔日要讲。就是讲，我即摆甲恁讲的，就是讲唔免惊啦，吼！大家斗三工去招安尼吼。啊，即摆要讲就是讲哦，这议事规程、规则，这真重要。
就讲恁即马未来恁都真有可能担任议员，担任各州即个州即个厅长呐，即安尼吼。啊，你做厅长要主持会议的，啊，你也毋知议事规则要哪创，你都无法度嘛吼。所以讲，即个啊，你若做议员，你嘛爱邀公要哪共质询啥，所以即拢爱议事规则。议事规则是足重要的，我记一下来，予大家做参考。啊，较早我做囡仔的时吼，我会记哩，我是伫宜兰单溪的。啊，伫单溪国小的是真大间的学校。啊，这选一个家长会长起来，啊，家长会长起来，啊，家长会长要去地书的。叫地书记，今日起来时，那小学也唔知要讲什么，唔知。啊，如果主席啊，白头卡提过样啊，今年五十，无个老好听啦吼。啊，讲我一个表小弟啊，伊当选这个头城镇民代表，啊，伊就起来地书记，如果地主五行义，这拢唔对，这就是讲无准备对意思。无了解，所以讲会引起这好笑的笑话安尼吼。啊，咱今日讲到这吼，咱今日先来讲一个，后来咱来先来讲一个，伫协调会讲起啦吼。有一边，我是出身伫邮局，啊，有一边爱记咱邮局的局长。伊就来找我，哦啊，四五个来找我，来阮厝找我，啊是大概是同事无毋对，但是伊个拢死国民党，我无啥插伊。啊，伊就阿讲，哎，啊去查，啊讲哦，啊那那时啊，要拆厝啊，毋是啊，遮济人来。伊讲毋是啦，要来拜托你啦，我恁甲我你都拜托，你都安尼敢呢真奇怪咧。伊讲毋是啦，真正有影，我著泡茶请，啊，著开始讲。伊讲哦，这县政府的薪资存款呐，这财政局长讲要甲咱移转去这个台湾银行啊。啊，安尼咱起这一个月几啊亿的？哎，这个依然要讲啦，一个月减几啊亿的这条钱哦，会落去的。伊是一等甲级别会落落去一等一级别个，啊讲好啊，我嘛是伫油门街趁这个钱来食饭呀，我这样拢我到处一份来领着。伊讲个做无你就无法哩，伊知影，伊知影讲这个我甲县政府的关系，啊所以讲我拢好啊，安尼我就去找县长。管定就讲哦，啊，这个庙我管定嘛，未使做决定哩，哦。既然人伊就讲，财政局长就讲，当银行要予咱遐好诶、遐优厚诶，利率啥这吼，政策好真好安尼。哎，用啊无安尼啦，咱若创一个协调会，啊，你甲财政局长来讲安尼。哦，啊，迄场面大咧，迄两阵啊，拄啊才有第四代，记者拢我啦，拢翕个全程录影。啊，即开始个一定个日期到位时，我就到位啊，啊，财政局长就来。啊，即嘛是会议真重要个所在。你要有爱有判断啊，要主持议事面啊，啊，未使去啊，乌白讲啊。哦，啊，我都这个县长地书了的时，啊，伊就甲问讲，啊，你要先讲啊，我先讲，我互你先讲啊，你做较大，你先讲，啊，财政局长伊就讲啊，哦，这拢是甲议，我即摆讲这拢议事规则有关的，哦，伊就讲啊，人台湾银行啊，要互咱真好诶、优厚诶，这个利率啥呢？正伊讲伊嘛要互咱。和咱这个贷款买厝啥种，啊，我就讲好啊，这
我来表达一下，我讲我也算唔知，你去到银行贷款，你咪写自我贴，还偷贴我贴，无一钱嘛唔借你。哦，啊，我听人讲，这是没讲的。我听人讲的，你敢咧讲哦，做到银行讲要800万，互你无息的贷款。伊讲哦，我拢无做代志啥，我是听人讲。啊，不过咱这爱闪的吼。你不在这讲，会用过念是袂的，吼、哦、啊！我做工咱这就上个，我是听人讲的，这爱个上个闪开。啊，伊就讲，伊这滑嘟嘟的，伊就无啥皮条，伊就讲说，哎呀，咱到银行真迄个真方便咯、哦，有三台迄个助提机呀、啊，吼、哦。哦，还讲安尼好袂？对我讲啊，伊讲好，啊无你对你讲。我讲你哦，根本都唔捌一个国腿。台湾银行你竟然有四台了，啊，你才知影三台尔，等因抓枪了，退一台你睡不着，我知影。伊话讲一个就老清官，你讲清楚，啊，你要知影这代志，啊，你唔知影第二台，你讲三台四台了，你。唔知啊，我这样插落拢你颔骨那安尼切落去，哈，伊清官拢流出来。我讲哦，邮局遍布南宁三军哦，拢总33台。你的所属员工辛苦平常住大溪也好，住南澳也好，随时去领，随时有24小时。南宁三军有33台的助提机，啊，你是要安那比？为着你私人的权益，你不是权益，你的利益，私人的利益，你抹杀所有你员工的权益，这不对，你不对。伊话黑落到底哦，这咱爱准备的所有技术，你都知啊。你若唔知这代志的事，你变那个赌，变那个黑。所以我也是哎，也是财政决定是安尼的话下的。新闻拢伫录影，伊是足见社会的。哦，伊叫一个这无名小卒，唔是讲无名小卒嘞，当时我是伫做工运，做工会运动啊。我是伫宜兰市，会使讲我真出名，但是这是拢推测我，咱唔是伫做官。伊后面扫光呢，到尾啊，伊就幸福啊，对不？你讲一条，我甲你堵一条啊！你有法堵到袂？当讲到尾，馆长就当场决裁，讲维持原来的。哦，所以讲伊话怕白的，伊到尾还阁堵着我，拢加险哎，亲家啊！加险亲家，我一届哦，南部人都捌的，本来真的。伊罗岗，迄个怎啊？罗岗代表社的，伊是。代表罗岗出来做部分区委头一届，我做平来进，伊来宜兰找我，我请伊，拄去拄到迄个过节顶，我来请假啊，嘿嘿，平来一届，啊你敢会请假？我在讲这代志哦，听来伊个笑牙咧，嗯，啊这是一个例，啊这个你第二天你电视播出来了的时，我一个朋友。就讲，老大，哦，啊，你昨昏搁伫遐臭屁咖呢？你有机会唔带我来去啊呢？我嘛来帮你来臭屁者。我讲好啊，你要臭屁，我有机会才来，才带你来。啊，搁过无偌久哦，有一个同好新工会成立，啊，这工会是我家辅导因只做成功，啊，刚成立时邀请我去。担任贵宾，啊，贵宾的时啊，我都因为邀请我致辞，啊，我致辞了的时吼，哎，人过去邀请我迄朋友讲，你嘛来致辞一下呢，啊，伊无准备要人发多啦，侥幸啊，到尾这是我替伊解围，吼、哦，我所以讲这来准备这就是艺术嘛。啊！你若拢完全无半撇的视频来使，所以讲我希望恁大家哦、喔，爱去找一本啊册啊，我予恁个工具个我写个工具哦。恁遐看了，恁就知影，恁会晓去找，要找啥物册？
伊册店哦，马四公街拢有啊。伊因公是哦，几啊百人写过啊，伊拢有册。啊，你册咧，该买一本来做参考，你就捌真济。哦，所以讲，我后边阁有机会是就讲，阿兰嘛，我等要去倒月，你过去啊？唔贪个，唔贪个，伊就一介就上菜啊。所以讲，这物啊，爱去学，爱去了解。啊，你若我。这张恁啊看看的咯，都知影不哩济啊。应当爱去找什么资料，恁都要去找啊呢。哦，安尼都，咱来讲一寡哦，拄到的案例啦吼、哦。有一边，这个宜兰有一个达应公司，伊开真济间工厂的，水乡嘛有，啊。头城、中部，啊，佮阴山、脚头云拢有。啊，伊去中国经商失败，啊，要转来甲遮个，迄中部厂要甲卖掉，迄钱佫要摕去友好中国人。啊嘛，即个工厂人袂了，伊即还佫123个员工伫个。啊，伊即个共处理啊，啊，因即123个员工伊就来找我。讲好啊，我甲恁斗相共，伊这你无什么空头，我拢知影，免惊。但是吼、哦，你若找我，我替恁处理，你爱听我的，袂使家己乱撞乱弄，乱撞乱弄是加加，佫拍等到拍歹。啊，因就同意啊，同意了的时候，我就用两点钟久的时间，一点钟久。我该说讲哦，恁即卖拄到吼所遇到的代志，迄个公司侵犯恁的权益的范围，我拢真详细讲予因听。第二点两句就是恁拄啊，若听无清楚，恁阁加问我，甲恁答复我去。吼，啊伊这个会议哦，这个我这个演讲会我。伊个123个内底哦，122个到场，一个做下来无来尔。伊讲吼，因听甲真有自信。啊，开始是我就替因申请嘛，伫县政府呀，也协调会。啊，县政府协调会是我就做因的诶调解委员，我做罗岗的代调解委员。哦，啊你。伊即个工商一个啦吼，迄个什么工商协进会啊，啥嘛派一个来，拢总有五个调解委员。啊，一个老伙就起来，好，我咧讲到嘴甲全破咧，伊咪咧气势咧，甲怎啊甲拍你咯？我是用甲叫的，伊佫叫我卖你再讲。我讲啊，你人较老诶，你发你毋捌诶，你不是个哭腿。我就讲你去看冰，你冰203页，你看卖，看你即马卡到是啥物啊？所以伊话合落到地方店面，我就讲你是人较老唔对啊。迄老外话哩呢，伊拢歪头鸡讲话。我讲你人较老，啊，但是伊话我比你较老，我好捌啦，你也捌啦，你要哭到伊。所以讲咱这个物件哦。咱就特别执政，需要去提早去学习这个艺术。啊，你像讲伊，伊话吓吓咧，伊就踮咧唔敢去发言啦。律师嘛在场，嘛有审议员在场，因拢无人敢发言。啊，无人敢发言，因为我讲吐一句北京语的，很犀利，一嘴到底拢插大暗棍啊。所以讲，因无啥敢讲。啊，我就甲伊讲啊，讲第一条会使，你要叫阮去迄个街头去迄个分厂，去上班目镜会使。你依据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各样事业，或者板桥酒厂要迁移厂哪，依据这个例，哦，你早起时啊8点准时。在这里原址这个所在，甲阮接，用交那个合法的交通工具来甲接。下昏
五点以前要把送回来的原住吃哦，啊，这个过程的时间，工资这拢爱算公司的头家爱出钱，这拢爱有薪水，哦，啊，伊就讲，啊，这无要紧啦，这阮做会到啊，我讲我知影你做会到啥，我主要有强调合法的工作工具，什么叫做合法的工作工具？计程车、旅行车。巴士、游览车，这叫做合法的交通工具啊！你用迄落载蛇啊、蛇啊车，我是给你拒绝你卖。伊是货车载蛇啊，迄无算是要阮卖啊！伊讲啊，伊听我讲安尼，伊都协用啊，等今年啊拄着贵啊，安尼，这个载啊遐济啊，安尼伊就讲好啊，无阮这个转来去甲头家参详，伊是一个协议。啊，过来一条，就是讲，你，阮要甲你资料维新，因为劳动基准法的规定，迄当阵啊，敢若是13,800嘛，啊，13,800，伊拢用计件互你做，吼、哦，啊，计件伊就做到13,800，到个遐伊就无啊，无会啊，无工过啊，啊，无工过啊，伊嘛无啊，伊嘛无犯法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伊无犯法啦，啊，就是讲，啊，我就13,800，我就迄个最低的工资，我就有够啊。啊，我拿迄个包，我唔爱。你伫完成呀，最后的六个月加起来，第六，我要资料维新，第六的数字来做维新，哦，啊，迄个计件。唔免讲，迄阮无啊。伊讲啊，即拢爱过参详，安尼讲参详，你做袂到啦，参详啥？啊、哦，所以讲这个代志呢，就是敢那是两边的调解呢。啊，调解你若袂晓，可能调解，所以讲即我就，你像即拢是艺术的技巧，艺术的规则，爱捌就是安尼。这个物也无经过仲裁，底下就解决了。解决的时间呢，拢123个，干呢拢总换2,000+万。啊，因摕了即早起时啊，摕了钱哦，真欢喜啊！因为要开庆功宴了呢，拍电话甲邀请啊，哎，会长啊，阮钱早起领到啊，因为阮要开庆功宴，啊，你唔来啊呢？讲食吼是请一边啦，哦，我50块我就上百二啊，我互恁请。伊讲其实会使啊，但是要有条件啊。伊讲啊，你什么条件你做讲啊？因为李处长什么条件你做讲啊？我讲宴席顶啊，5分至10分话讲一话，安尼恁老大用我就来。伊讲我欠。因为我当时你来甲阮教育的时，2点钟久，阮连放酒都唔敢去放，哦，所以讲伊真欢迎啊呢，啊，我就好啊，甲伊当时就摕到钱的当时就，啊，我就较慢去，因为我以往拢是吼修习修行，这是我完成的，啊，我就较晚去，因为123个头家主人。啊，我一个人去，啊，我一个人去啊，等头家嘛，吼，所以讲我迄个较慢去，哦，我去的时候，哈哈，一个因都拢够济啊，伫遐等我，一个牙医啊伫边啊，我去的时候，发力正咧，拍跑啊，哦，拍跑啊，拍个，我讲好啊好啊，你们手放下，嗯，真欢喜就对啦，嗯。我领到钱，我就真欢喜啊！啊，领到钱真欢喜啊！我就，出几啊路差的时，因个理事长就甲我讲啊，会长遐有甲你安排一个家家啊，讲台，互你讲话，就互你讲话者安尼。啊，我就起来讲话啊，讲唔对啊啦！什么庆功宴，国粹的，什么庆功宴，输别会就对了。
你哪在日去，大家拢无头路，恁输了，你哪在拢无头路啊嘞？啊，你领着遐有诶讲领几千块，伊做几个月尔，领几千块，啊有诶都讲领两三万，啊嘛人领个几十万，迄路又做二十万年，迄路领几十万。讲三个月找无头路，都稀稀地找着，食了你就吓晕了。因话讲到拢哭，因才体会到，你若无该创哦，啊这俄罗斯这政府伊就讲个创些什么劳动基准啊，什么有诶无诶啥，安尼，里里国国遮诶哦，啊你这今仔日恁是只不过得到书啊，讲伊规定诶书啊权益。安尼，恁有达到目的安尼尔？实际上恁是输啊！恁是输甲搁再输啊！啊，因话讲这，拢大家拢哭来，就才想着讲阿兄啊，会长讲这才对，明仔再去大家无头路啊！啊，你搁找东去美国去找头路，找到有效用啊，你啊去地都食了去啊！我啊嘛无一定讲找有啊。所以讲是输唔是咧，我到尾也甲因强调，我应当是讲十分较低。我讲哦，我今仔日来唔是为着食，食我五十块就解决啦。我免很艰苦，走完我油钱嘛较低，开五十块。哦，我讲哦，今仔日来就是要唤醒恁，希望明仔载以后。恁123个是我林登基的化身，后摆类似情形发生的时，恁就要处理。恁曾经对我行过，用安那处理，这拢甲议事规则有关系，所以讲我讲这予恁听。例如明仔早起。123个是我林登基的化身，哦，因足认同的，大家拢哭，即种啊，马仔去无头路，即回定讲的无唔对，所以讲，到人诶，拢真爱钱啊，讲到钱哦，目睭头青紧紧，这条案哦，我若爱是当摕200万，伊将近。将将，伊都一声话了有啊！伊就讲，无你，我明仔你，因为我载你来去病院，明仔载要开业调会嘛，啊，我载你来去病院急诊啊，你怎在病院待一两晚啊？都啊，安尼我讲啊，你遐去请杀手哦，有村的，我等你。我若爱钱哦，想讲伊一届都真济啊咧，一声就好啊，对吧？咱袂安尼做，像这个吼，这就是拢爱靠议事规则。我伫1984年甲1986年哦，我服务伫邮政界，啊，我大家都讲诶，啊，你都真爱讲话咧，啊，讲话嘛讲不溜路，啊，你来选代表。哎、欸，啊，我嘛无去报名嘞，啊，人拢替我报名，啊，结果算出来，我最高票嘞，我最高票中算嘞，哎、欸，我最高票中算了，真可惜，真惋惜，唔是我失职咯，亏了我唔捌去嘛，一届三年，我唔捌去参加，我啥唔捌去参加，伊都不敢通知我，都唔知，我都未去参加。所以讲哦，伊这国民党哦，这种乱出来，所以啊，这个我到尾这个代志我真愤怒。我讲哦，我得到这个1987年甲1989年这届的历史我好啊，你代表我做历史做较大，啊，结果我嘛是出国票的。这邮政署内底哦，这种有记录存在哦。我这册我拢有看，因为我担任过李署长，我知影。这内底拢有记录，我是做过票当选了，但是我一届的李署三年，我嘛唔捌去开会，伊都
啊，你都大家无用嘛，无去甲真正嘛。我说讲，即种伊袂甲通知伊。啊，安尼你来使，你食人食铁，安尼食铁食重食铁，掺铁顶个煞爆落去干，安尼我歹势哦，这话不，在1990年到1993年这届时呢，我用心啊好啊，历史做阁无效，我要做常务理事，我要做理事长，因为用八个月时间哦。暗时下班无转，安尼去串联。你著同细节个，一节才十外个尔尔，我拢去遐拢个 QQ 来。我配一，我若当选，我配一小秘书互你。用安尼去诉讼，我用八个月时间。到尾啊，国民党呢，吐一句百言一讲，都全军覆没。这拢。邮政署内底拢有记录，拢去我牵照起来。你讲有厉害啊？这爱干，唔干袂使。所以阿你嘛阿爸啦，唔爸变来使。所以第一遍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时，我当然我是担任主席个。主持会议受过啊，主持会议啊，这就是议事规则的重点伫遮嘛。清点人数啊，会员代表超过一半以上得意，伊这拢有恁才家己看吼。这我卖讲这吼，这恁看就知影，都大家拢有分着，那无时则搁改啊，小姐啊托啊。清点人数啊，人数过半，他宣布开会啊，但是内底有一挂车民鸟嘢了，国民党部派来啦，什么人事单位、政风室啥，拢到位了。我就讲啊，甲本来开会问人事哦，请你先甲挂出去。这无人干嘞，迄人主来讲啊嘞。大家妈讲，这小囝真好打。我给赶出去了的时候，我讲先叫因来。专任干事讲做，这都惯例了。我惯例有发函给因啊，无有邀请函给人啊，无有写贴啊，无。伊讲有啊，嘛有发邀请函给因。我是什么东西，是安那唔免知啊？你要发函啊，伊过来我签名才。才会使发你，我理事长要签名才会使发你，你无经过我是，不要听话，唔要甲换掉的，你知？我讲安尼讲会出来做会到，我拢无你个胡乱。啊，这第二间哦，歹势啊，笑笑好啦，无恁坐遐尼坐工一天，我知影，我曾经我嘛坐过啊。这个开会正顺利耍，明天在哦，报纸半张了。大家讲，个夭寿这个小囝真夭寿骨了，这个动作伊也敢呢。啊，这了是迄当阵啊，老修行，也未做生意员，未做生意员，伊就讲。嘿，这做卡少啊，肯定有问题。啊，这袂使啊，这服务较高层次的啊，来罗志辉啊，会长来做啊，安尼啊，欠十外个来甲我讲，我就省一半，因为一位就真忝嘛嘞。讲实在，舞台真忝嘞，像讲来只讲安尼嘛真忝嘞，真少我袂甲恁骗嘞。像讲要讲啥有诶无，啊准备啥真忝。因就欠我去啊，到尾我是有去啊，我有去啊，因到尾嘛是欠我做会长。啊，做会长这中间哦，滴我讲，迄就是我伫做罗志辉会长的时候，我帮忙迄个大量123个，都是伫迄个时阵甲因帮忙的。所以我迄嘛是一场，迄像干那滴战争的，伊是算作我正常。小太太呀，因
遐员工照他得到遐尼侪钱，吼、哦，伊是讲实在，伊是我替家帮助的。哎，这了后的事哦，这开会了啊，啊，因都特别小心嘛。嘿，伊当初那是邮政总局的总局长哦，是下令的，讲哎，这个小的哦，伊呢报起来哦，拢全部处理，全部处理，无这那处理伊就加无咯。伊若准我，我讲要创啥呢？你若准我，我就无会讲啊，对吧？哦，所以讲诶，这林登吉波来拢准。所以讲，伊人阵啊，工会处内底哦，分会的理事长通啊指挥办公，全台湾敢那唯一不一个尔，有够强。你是惊我哩？伊就正隆处的处长，总局正隆处的处长来找我，理事长啊，我讲系喎，啊那是要啥？哎，无啊，恁头也我还未去，我先来给你看咧。啊，讲有培训班啊，买多干咩公共车？伊就讲，哎，那别乱去交通部乱，人多人又叫来对乱。我讲后来我怎啊，我都。靠家食饭，我当然会爱笑食。伊搞好人，我嘛搞好人都对呀。所以讲哦，啊这到尾哦，我捌迄个主持会议，所以我即卖咧讲这种议事规则。有一遍哦，家人分会哦，我着凊彩讲时间也无真济啦。家人分会伊有工会都。发函来邀请咱去参加这个乒乓的友谊赛。啊，我干事也问讲，理事长啊，咱要做什么名？也无讲，迄个抬头都无写讲什么队。我讲我做加巴兰，要做什么队？我是凊彩甲印一个，伊嘛甲写加巴兰，啊，实际上写伊来买赛啊。啊，都安尼。报去啊！啊，比赛那么歹啊嘞！哦，真下败安尼蹲来，啊蹲来了还是哦，哎，搁后厝个这个会员代表大会时，讲要干么修理嘞？一个委员代表，伊是不哩高级的，伊应当伊拢袂使担任这个工会代表，啊，伊就讲哦，伊因为国民党是这样的嘛，我看了没有？我讲给恁听，伊就讲要加修理的，讲是安尼，叫做加巴兰。啊，伊讲实在，我嘛唔知啥叫做加巴兰，是怎样宜兰的前身，较早叫做加巴兰。嘿，啊，伊边个人就甲我讲啊，咧讲，你目睭紧啊，沙去的，迄个黄代表你要给你修理的。我也无看到视频嘞，这视频你都知影，你都准备啊，伊要你临时动议的时，甲你发落去啊嘛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我都知影，我都知影是哦，我都去找那个丹江南里做立法委员，我都去找伊的助理，我讲关龙春啊，你甲迄加巴兰迄个名是伫哪来的？你甲文献找出来好啊，哦，啊，伊就真紧下手，就紧去找来好啊。结果这个加巴兰，这就是，因较早带领汉人来南洋三军来这个加巴兰，才拓开，合作五沙嘛，这无得啊，宜兰嘛有五沙咯，这五沙因拢那宜兰人拢知影，啊五沙死了的是因敌啦，合作五华起来接，啊因敌啦五华起来接的时呢，伊就详细强调。都是要申请啦，甲请条申请讲，这个宜兰这个所在，叫做加巴兰厅安尼。啊，伊伫空军两年甲申请，空军五年核准，啊，就成为加巴兰厅。哦，啊，这我都知影，这个来由加巴兰是安那来的。所以讲来代表大会的进展，我就搞我一个。我迄算作讲，按咱人讲，亲信好了吼。我阿川啊，你为着坐你后壁，啊你甲问即个代志，
是安那样啊？咱的乒乓队，你何做教我篮队啊？你敢问一下，我再来答复。哎，伊都伊这个为代表这里头前一只，哎，负责有拢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伊发言。我讲临时动议开始印度，负责都举起来。嘿，欢迎你的话，这个是议事规则的重要嘛。我恁代表请你发言。嘿嘿，伊就讲啊，讲哎，为何你何做教我篮队？哦，讲。哦，伊还阁讲不理解啦，我就讲安尼着。我讲哦，林代表，我你只个你答复，我要替你结账。你身为南宁居民，竟然唔知三位有做干巴人，哈哈！这我是你骂文代表哩，我是嫌伊讲口头上嫌伊浪乌叮当者啊，这都艺术规则嘛，吼、哦！因为我主席个。我讲伊大声个啊，伊坐你后边啊，我讲哦，你这要做啥呢？你这国民党哦，我许人拢用安尼讲哦，我讲你这国民党哦，就是反挂残心态，大家有一个地名叫反挂残，嘿，啊，这个是安那样做反挂残了？不，咱即摆伫讲，咱即摆是拢讲因高沙族嘛吼，啊，就讲较早咱。像我老爸因咯，我做囡仔时嘛是拢讲反挂残嘛，只要做原住民吼，伊就是这款的态度啊。啊汉人呢，汉人我都放晒好地哩噻，真正伊这唔是好笑嘞，伊这么多吼，原住民的残花给放晒，伊就无爱啊嘞。哎，伊就另外阁做一条田花，伊经的遐田，伊去了，伊就无爱，伊就袂瘾。啊，这个是放晒好地哩，汉人放晒，甲放晒落去哦，伊反而一定挂解无爱，伊就阁另外阁做一条，用安尼慢慢啊，甲侵吞啦。嘿嘿，这个是反挂田心态，放晒好地，反挂田心态，讲哪安尼呢？民进党，伊人从那都督有民进党，民进党嘛是叫做宜兰关东部啊，恁你哦，哎，国民党你卖叫做宜兰关东部啊，你叫做加巴兰关东部啊，恁是真好，比较民进党共名，这叫做反挂残心态，咪这个面落去半人凝固，嘿嘿，我面到这，我就看时间都到啊，我就讲哦。答复卡车完毕，哎、欸，那个文代表手个胡子都压起来了，散会啊！嘿嘿，你我爱劝你啊，时间到我散会，你什么部我跟咱无哩问啊？嘿，你有啥部？这就是艺术规则的技巧就是这，啊，你若唔知这的事，你要死歪。你都唔知，怎唔知要啷个答复个嘛唔知啊？啊，我就安尼单独个叫，嘿嘿嘿，伊像滴话没啥呢。讲这个是临时动议啦。哦，啊，咱嘛爱，咱讲即阵的角色，咱嘛爱知啊。我有一遍去华人参加，伊。干么是什么国推会？我袂记哩啊！伊就是一种变相的游览，变相的游台去啊，出香火啦，去全台湾拢去华人迄个国军英雄馆呀，大家拢去啊！啊，你啊讲是讲会议，实际上拢嘛去啊，就安尼出香火啦，去啊吃好个安尼。哦啊！伊咧开会。最后嘛是临时动议嘛，啊临时动议我坐你同头前，我本来嘛无想要讲话，啊，上级的指导员一个先出来，就是讲在蔡科长，啊蔡科长伊就甲暗示咧，我甲讲个，迄我讲就对个，我讲好啊，我起来讲，我本来是哦，想讲高正难明呢，无想要讲了，啊但蔡科长就甲。高咧啊！我只有来陪陪的，我拢真正有安尼讲。啊，因大妈捌我，伊内底哦七十六个，同齐有嘛七十个捌我。
因为我都爱讲敢讲话敢呛，安尼，啊，我都甲伊都开始发言啦。我依据劳动基准法规定，凡具具有可责权者，有可责权的人，不得当选为工会代表以上之职务。在座唔知几个符合规定，有符合规定的人，甲请去举手者。当然无人敢举手啦。伊拢伊的博士，大家拢爱选落去咧，所以讲伊拢嘛稳调呀。啊，实际上这个这抵触宪法，这个宪法有抵触，这个袂使嘛，你有靠这权嘛，你袂使当选代表以上的职务。无人干，无人干，这理事长哦，这是中华理事长啊，就拿杜坤的，杜坤的会报安尼，干咩看你边啊？我坐你这边啊，这机会来，机会来，嘿嘿，你没你我干，你这个态度，嘿，没多弄个呛个，伊嘛吃个惊个个，伊讲，我讲心足硬，本色发硬，你这是叫做什么态度？伊讲啊，我都有伫甲你听笑话笑背，有伫甲听无？我拄仔讲啥？讲一遍我听，无听啦！伊甲当作我笑话你听。所以讲哦，这一个连落去哦，半点两句，后壁还砰听声哦，哦，迄灯声如雷啊，有迄口舌啦，哈哈叫啊呢。结果迄人是啥？我一个朋友姓郑。伊去发动来听，伊讲我带你来，带恁来去听人开炮安尼。我嘛无一定会讲话咧，因为我都知影讲国政难免讲的是假的。后面夹我走无路的，我忍忍久啊，啊伊学我啊，我讲发言完毕，我伊怎啊紧闭起来安尼？散会，因为伊较早是阮的上级指导员嘛，我若开会时，伊拢捌看我咧主持会议，什么风格哩啦。所以讲，伊学我，伊赶紧提起来讲散会，要无人过坐哦，抢落去哦，伊会都乌了目子，真歹看。都买这个，我迄阵迄阵我几十度的，十几度的款。你偌青草咧，我怎啊食无咧？先食无咧，后壁遐人来，因家硬硬怎啊拖出去？唔是拖出去拍咧，四五台吊车，安尼加载去。迄两阵啊，拄开始有卡拉 OK， 按来我去，哈哈。哦，迄个我要补一个正甜。所以讲，小周啊，时间到未？要外分咯、喔，好啊好啊，安尼个连续啊，啊，啉一下茶啊，较济岁，七十外，佫拼老命。我讲一个吼、喔，我曾经依然有一个做九阳血运，啊，九阳血运伊拢马斯公计走的，司机马斯公计走，啊，多数的工课拢伫台北，啊，伊即马甲迄台北走来台北，回走来台北，啊，就拢平面救援啊，啊，是讲计人车司机拢我来拄啊跋桥，都大桥骹跋桥，啊，唔对，车都袂当阁排出去啊，啊，头家无趁钱啊，啊，即头家哦，即木川啊，我伊嘛是我的朋友，伊就怎啊，甲公司甲取消，甲伊几啊间嘛，北京阁接无个。就甲输车了，啊输车了，伊就无要钱给因，啊因迄工人哦去找，迄两村啊老秀成去做生意员，啊木村啊嘛是老秀成的朋友，因拢交我有熟，啊迄罗峰是代表是县长，伊是罗总理的里长，哦啊老秀成看到讲阿大小英啊，干这两个拢是咱的师师姐，你知啊？啊又拍电话我，老大在这边哪创？我不要安创，甲你斗三工要安创？哦，啊，我就去找救援的当处长，去找木川啊。木川啊，伊看我来，伊就怎转你咧？伊就甲因咧会计讲，
即摆插伊，甲讲我处理好。伊晒迄路、迄路、迄路、迄路双臂七三孔，放伫遐咪都看。我讲好啦，你咪要处理唔较紧。我是实际上我是要甲伊斗相共，我是伊即个新议员老秀成甲拜托的。我昨走去馆长公馆，走去馆长头，我讲甲馆长某讲，讲诶保育啊，你家欠木川哪来？哦，伊就赶紧就甲嫌电话拍，哎，无穿哪来安尼？哎，因这做生意的拢爱抱馆长，参因某做抱参落，爱甲因抱要做生意。五分钟就到位啊！我讲哎，无穿啊！你这个代志唔去处理啊？你安尼，伊袂晓咧，伊难晓哦，我来甲你创哦，你真浪费我咧讲。伊讲诶，阿条讲烂啊，变差伊。阿条是着输你噻，阿条看到我哦，这头个毛拢夹起来，还有我这干贵咧。阿条着输伊较早，阿条考条着输个时哦，迄两村啊县外内底几啊条呢，都无甲一个啊咧。迄个都同基村外无甲一个啊。啊，我是规本安尼真高，规本拢背起来咧。啊！我著炸迄本皮，搁炸一支荧光笔。我讲啊，无穿啊，咱是好朋友，我就是甲你斗相共。啊无哦，恁迄个张船长提出来啊哟，迄三声的呢。你若好我吼，因咪来考虑煞甲你拉起来，我咧讲。我用荧光笔甲记起的，我摕去阿条啊看。阿条就输啊，一切拢请阿条啊。第二早起，透早就甲拍电话，哎，阿东啊，紧出来，我请你，请我啥？食青梅呢？透早去食青梅呢？伊就甲讲，你昨昏讲遐拢无唔对，伊是这拢爱知影，意思拢爱知影。伊讲阿条啊，讲拢害去啊，学在家己，讲本来就是啊，好人就是伊甲你只提三声尔呢。那好久啊，你们来考虑，甲你拉起来，我咧讲。因为哦，这个输得唔慢嘛，看到我哦，这种停起来，小钱啊，输得贵。我是讲劳动基准法尔，剩的我唔知啊。像我这降低啥子，我又看唔知啊。我劳动基准我基本拢背起来。啊，就输干那宪法，迄两种口条就输的是宪法，就是无甲一个啊嘛。哦，哎，小周啊。唔是啦，我唔爱耽误别人嘅时间啦，吼、哦，嘿，好、哦，我就讲到这哈，啊，咱后摆有机会时，咱再过来开讲啊，多谢你，谢谢，请起立。今日